我要下船。就这么想下船啊？下船才有机会。办成了，给商队赚钱；办砸了，正好找个机会惩罚惩罚他。只要把这批货拉到药铺门口，让他们验货就可以。以前我三叔就是这样。蠢，又敢又蠢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死得早。这周围有什么卖小孩喜欢的东西吗？或者花布料也行。 我看那好多店。飞钱是假的。胡掌柜他跟我说，他跟我说给我一张飞票，让我去前面的钱柜去换现钱。我把货都给他了，他已经全部拿走了。今日铺里缺一批珠宝料，吴安祥说他有货，是我的，是我的货。这已经盘了货，也结了款呢、啊，这钱已经给吴安祥了。因小利而吃大亏，盲目自信，听信他人，乃伤人大忌。小郎主，给我一次机会。 若是你做不到呢？任凭处置。我听曹东说他在帮你卖珊瑚珠，我可能一试。什么？端午啊，你可是想加入商队？自然是。那就这样，谁先拿到订单，谁就加入商队。多谢南海神庇佑，赐我转运红山，才能得以良人。 圆了好姻缘，可能是南海神怜我前尘，让我寻到一颗如此上等的珊瑚珠，我便带着珊瑚珠日日来拜，没想到真的能够时来运转。那我能从你那儿购得吗？海神呀海神，有人红口白牙，无中生有，该当如何？3日之后，南海海神祭，按照本地习俗，要置一重宝于湖底。 然后便是鲛人夺宝。我知道，你们燕氏和崔氏都想拿到合浦珍珠的全权采购权，可到底谁有这个资格？那我们就用鲛人夺宝的胜负来定。咱们商队是北方人，水性本就一般，还有水中夺宝，没有胜算的。